月黑你不洗了吗？啊？月黑你不洗了吗？月黑不洗澡了吗？你洗澡，我先洗一下。胳膊拉着我的手。洗洗澡，静静身。啊？我是昨天我能买，想买个小大粉儿，你妈说啥小大粉儿？这么大小大粉儿白就高了。八十。您多发两块。一分儿。那不买人。还得，那不花钱？二十块钱，差那五块了，二十都花了，差五块。这个大盆身体好，就这么大。深的啊？嗯，这么深的，就是，他说是纯白缸。白缸的。太好了，我这拿到手拿半天。28的这么大，那你就不买28的呢？嗯，我拿看来我就拿了。那早饭啊，早饭比较清淡一点儿。还清淡呢。又是鸡又是鱼的，清淡。这屋里的一会儿就改。